108年度国民小学卡球世界杯中华关预赛，拢总是有15间国小来参赛。其中复兴乡关苏国小查甫查某卡球队、大兴国小查甫卡球队、甲永靖国小查某卡球队，拢总4支队伍将代表中华关参加全国赛。16号早起，馆长王惠美是前往大兴国小为选手授旗鼓励，其实因为中华关前景得到好成绩。关苏大兴甲永靖国小代表中华关参加全国比赛，馆长王惠美特别前来授旗勉励。馆长表示，中华关除了大兴、关苏、南国国小有长期的发展卡球，现在已经有10几间小学投入卡球运动。在今年鹿港高中体育班增加卡球的项目，希望好的人才会当自细汉来培养，并且延续到高中、高中甚至大学，拢有一个好的升学公道。在3月份，彰化县有男子国小男子组有19队，女子组有10队的这个县内比赛。那先后是由男子组我们的这个管鱼国小以及大兴国小，女子组由管鱼国小跟永靖国小双双哦这个晋级哦，那来参加我们全国性在5月份的这个比赛。那这个比赛里面会先选出前8强哦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授旗活动希望我们的选手都能够呢，在这个全国赛里面为彰化县来争光。中华县政府近年在中华县体育会卡球委员会协助之下，努力推广基层卡球运动，为专业教练的聘任、球场的建置、买相关训练器材等等，一步一步完善县内卡球的环境，培养更加多人才。新中华新闻，土良青复兴采访报道。